西方国家哈，包括美国，他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定会强盛，因为中国人聪明有智慧，但他没有料到中国快进步的这么快，成长的这么快，他没有料到我们这么快的发展，竟然我们内部没有思绪，有条不紊的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。我们继续坚持这样的一个步调啊，这个民族啊一定会伟大复兴。